哎、欸，黄涛老师，黄涛老师，胡子，请说。不要说不够意思啊，自己的交替自己抓了。刚好小杰他现在有空了，真的可以吗？连送两个，走。哦，杰哥啊，交给你了，老师，我跟你讲，这真的不是，希望给老师看了之后，我可以从这个全台湾这个订阅数收入最少 YouTube， 然后晋升一下。太低调了吧？这真的是他们。频道路过，然后就路过就下来了呢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欢迎，深夜捕捉到，欢迎。大家可以这个节目做个连结性，跟胡子在一起做个连结性。你们其实的位置都有共通点，像胡子的工作室以门来说，胡子是不是坐在前面那一排？他自己的工作室，对，你也是啊。你的门跟你的位置都是开门，所以你的 idea、你的想法这么多，就是因为这个门是大吉之门啊，吉祥开门的开。我当初就还有这样子把它错开，这个真的是运气好的人，我一直讲就是这样。你看他们还有胡子，你看这多厉害。你这个位置哈，我没有什么好说的。那你这些都金属配件，所以其实增加开门的力量。哦，只是说你门进来哈，那地上那一块哈，对，看可不可以把它清掉。哦，这是我的作品展示区，对，很帅。它原本很精贼啊，它时间久了就变这样精进熊了。哦，你这个门开的位置跟你工作这个区块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就是大家都当老板的，你知道就很无奈。我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，對，你们看上去看我的座位嘛，都很精贼这样。是吗？我这东西比较多而已，我就是东西都让我会放整齐啊，没办法，当员工多人多，有时候就是对家大业大的时候，对，如果靠回大人，你会变很啰嗦的那种。对，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。这也是这是好老板的这个思维的转换，没办法，倒真的，这个是金属还是塑料？有啊，这些公仔有些真的是金属的。你金属的放在这边是最好的，这一柜放金柜。对，钢铁人全部移到这一柜是正常的。我自从把这一柜换成二次元之后，就算比较少，因为是这个原因的。把钢铁人都换回来就没事了。真的金属都放这一柜啊？我刚刚这边是开门，其实都一样，开门，因为他们所有人办公室的门向都是向那边的。向东边，所以你们的九宫格其实大自然说可以一样去看。你这边是开门属金，对，这边是修门属水，所以你数值做的东西可以放到这边。你这个通道是生门，生门属土，生门是一般人的真正财位，可是你们的职业啦，对，你们真正的财位是修门，最真正的财位就在这边，所以你数值可以放到这边。还有刚刚说，理论上那个我拜那个大仙姐姐应该就要放这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吧？对啦，对吧？没错吧？对啦。那我很好奇哦，财位是这个角落，没错，对不对？这个角落是财位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一直因为人家说门进来是十五角，那然后我就想啊，那就坑呀，财位我那边有那个聚宝盆都在上面，上面有那个然后有插那个石头，哦，对，然后中间有一个贝壳的石头，我看到了。那我办公室上面其实有，我等一下上面还要去。我跟你说，这你要继续放那边没关系，一楼是大家公空间，对，你放的都是全部加分的。我跟你反正总而言之，你这一块这一格金属的，好，五行属金的，属土的都可以开门式的金跟土。所以我那鸡蛋糕还放在这边，你知道吗？都是铁的。其实，很随性的。有啊，点到就好。我很打掉了，因为这是你的怨气从门进来啊。这算是你的个人，你团队的区域。所以这里放我多半是，因为我之前重机是放这里。可以。但里面一点点，不要。我之前重机是放这边，啊，刚好去保养了。真的可以。对，所以重机放这边。哦，放得很好。我这边放重机，然后橱窗那里机车其实原本是这里放台，只是最近摄影棚要用，我把它清出去。哦，我刚才跟胡子讲到，你那摩托车放那边放很漂亮的位置，那放装饰的摩托车、装饰的脚踏车都是适合的。为什么？生门属土，土来生他们的金，对，因为一样都是开门啊，对，都是金属啊。哦，所以我那边放台，这边放台，其实我有三台，一台放主场，一台放这边，一台放这边。对，这边一台的话，这边可能就不要，因为那个头会冲到你的门。所以我都骑进来的时候，我都。哦，这边啊，对，我都往头脑那里。这边这一台如果放横的没有问题，如果你这边放直的，你竟然会有压迫感。哦，这边就不要放，这边最好不要放，好吧 ？OK， 我们继续 ，Let's go。哦，是哦。啊，这边就比较是我的就是加工区啊，所以我的机具都是放在这边。你会在那待很久时间吗？不会，那就是都是来加完工，然后或是设定完就是机器做了，就去隔壁了。我可以好奇问，那个叫什么？是镭射切割机。镭射切割机。然后掐层、飞层、CNC、砖床、水刀，你全部都会啊？全部会。啊！哇，这很强哎。这边是伤门，受伤的伤。伤门属木，金属的放这边是最漂亮的，因为金克木，金就是斧头嘛。伤门受伤的伤，那个是木头，要把胸门啊，要把它干掉啊。哦。你会发现这边比较热。
对，就是因为我哥待在这边，所以我这边没有功能器。哦，好，来，这边我特别讲一下，这边是金门，虽然放金属的确实不是那么的适合，嗯，但是因为老板主人不常待，对，所以影响不大。如果到时候有要搬的话，把那个水呢放过来，因为金门是凶门，对，属金，金生水，所以金门地方放越多水越好。所以这边放水比较好，放一台比较好。像我们全部换水冷的，不可能。我想知道一件事情，那刚好我们就去后面。我的房东跟以前房东的老师都说叫我要开这个门，他说钱才会进来。然后二来的是房东还跟我讲说，小杰你要赚钱，我免费帮你做这个门，这样子有没有？这样子就开门了，因为开这个门会有防大的问题嘛，所以他就跟我讲说，那我帮你做这个门，这样子窗户都要往这边开，然后这样气才会这样子进来。然后到底是？好，我跟你讲，是确实那个房东跟房东老师说的没有错，只是不用这么的多了。你知道这个窗户也是他装给我的吗？原本这里是死的。哦，那房东人真的超级好，他就说，我也希望你们赚钱，啊，帮我换这边改窗户，哦，算我的，没关系，你们发我就发，超级好。大家一直说这个是什么那个青龙味哦。你还记得啊？嗯，还是会记一下。我跟你讲，这边是所有青龙味的。对。没有错，但是在奇门遁甲八门里面哦，真的是杜门，所以你其实开这个门是把那小凶杜门的气卸掉，其实是好事情，不管是青龙还是什么，因为你好的意思是说，你今天财气过来要让它通，气要通，对，坏的是说你这个地方是杜门不好，我们也让它气出去，但重点就是你门的力量，前门的力量一定大于后门的力量，也就是你正面的吉门力量一定比这个凶门还要强，那等于把它全部推出去啊。哦，所以我在这边装排气管这些是放在这边是正卡的，你看运气好就是这样，刚胡子也是这样，不是运气好，我讲。美感搞好很重要，美感对了没有？基本上这风水就对八成了。照我现在的理解上是这样的。可以。好了，可以拍了。OK， 好，因为这里通常都是喷漆是啦，这我就是有感觉出来，对，就是这边喷漆，所以有时候不太会开。哦，我跟你说哦，整洁一定要这个情绪细心。好，OK， 中了，听到没？小孩子们，妈这集给我看起来。现在来到我们杰哥的超级办公室，请问一下，我们杰哥老大，是，这个，请坐，这个你在那边只有剪片会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剪片的都在，但我平常都是跑外面，对，或者在楼下，对，我不太会待在这边很久，只有在剪片的时候，可能就急中生智待在这边，可能一天半天这样子。嗯，对，你平均把它分成七天，你平均每天几个小时？如果这样除下大概几个小时？大概每天只会做一下剪片的话，就是如果是一个礼拜的话，大概算八小时吧。哦，所以八小时除以七，大概每天一个小时。就每天大家都会来一下。我只有剪片熬夜的时候会在这边一次做四五个小时。我建议你哦，除非真的很赶，不然这个位置不要一次做太久。楼上这间是杜门，嗯，杜门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就是小凶之门，就刚刚楼下那个后门。对。所以这个杜门虽然是小凶之门，但毕竟是凶啦。对。所以运气好人就是只有偶尔才会坐在这个不好的位置上。哦。对不对？所以这位置就是像你原本模式一样。对。所以我这边是不能放。你这个位置最好是放红色的最好。再是金色，这有放眼，这是我的聚宝盆，我放在这边，红色的吧？这个是烘炉地的那个吗？放得非常好，只是说那个植物哈，小小是还好，像你的位置比较不适合放植物跟水，就可能水就少这样子，像以你比例来说，你的水确实蛮少的啦。我这边提醒哈，就是我跟胡子讲过，你也是，这是你们两个主位，所以垃圾桶尽量就摆其他前面。哦，摆其他前面，对，因为。他的位置，胡子的位置比较好，你的位置稍显弱一点点，所以离他位置越远越好，就对这整间人都好。哦，好啊。好了，这位置大概其实坦白说，因为小杰不常待这位置，所以是运气很好的一个表现，也不用多说，而且他真的是很整齐的人，你看东西看起来很多。对啊，主要是这公仔没办法放出来，因为黑龙魔强啊。对，就只能待在盒子里面。以上就是杜门要放什么，大家注意一下 ，OK， 好不好？真的托这个胡子的福，让我们这个邀请到这个。超级忙的杰哥，缘分，这个是缘分，这是缘分，好不好？我们凤凰旺茶有一个游戏啊，小游戏，就是在每一集要结尾的时候，要请这个大来宾点名一下，是不是？下一集谁要当你的这个？刚不是怎么讲，交替啊，抓交替啊！哇，好，我觉得我身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也算兄弟级的朋友，
他的工作室非常的臭，大家都这么说，就网络上大家都说，哦，那你很臭，很臭，很臭这样子。男生嘛，男生，还好不是女生，吓死我了。对，我真的很担心他，因为他很爱养。然后鱼缸就到处放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哇，你都不用看财位嘞，那个一下这边一缸，那边一缸，然后这边又淹水，那边又淹水。我也很喜欢水族啦，但是我真的觉得他那个水都乱摆。好，希望有机会为这个黑鱼哥服务啦。那在最后呢，我们还是要业配一下我们自己。我们风水爱冲茶虽然刚成立没多久，但是希望各位干爹干爸、厂商的这个大佬、董事长、董事娘，好不好？快点置入我们这个风水爱冲茶，我这里面有位置给你们哦，好不好？那就先这样子哦。谢谢小杰，喂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